杨雅。剧中叫美珍，是个大美女，在铠甲勇士中扮演的是一个指挥官。有怪兽出现了，美女美珍都会指挥铠甲勇士战斗。现实生活中，杨雅还是在拍戏，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，代表作有《冰烛潼关》《花灯满城》，最近的还是2015年的《克拉恋人》。已经淡出娱乐圈。张维娜，剧中叫杨欢颖，在剧中是一个迷修者，非常的漂亮，没有谈过恋爱，唯一有好感的是乔奢费。现实中的张维娜还活跃在娱乐圈，今年都有三部电视剧，分别是《虎狼之破晓之战》中演杏秋，《虎狼之千里同风》演萧雨，《剑王朝》中演白山水。也玩抖音，粉丝 1.2 万。草汐月，剧中叫做马玲玲，是铠甲勇士中最清纯的美女，剧中是端木燕的女朋友，女主角父亲是反派。现实生活中，曹汐月还演过《楚乔传》中的锦竹，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阴离，如今还活跃在娱乐圈，抖音上面也能看到她，粉丝有90万。王畅畅，剧中叫做苏小小，铠甲勇士中最美的女主角，剧中是个美女天才。现实中王畅畅除了演了铠甲勇士，还有代表作《浪漫星星》、别那么骄傲、春风十里不如你。顺便提一下，王畅畅还是95后的小女生，也玩抖音。